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县东南的一片沙窝里，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叫亚马莱。1940年2月，战争的喧嚣打破了这里往日的宁静与安详。傅作义率部在此驻扎休整，等待战机。亚马莱也因此成为了傅作义部扭转战局、迈向胜利的起点。1940年2月中旬，傅作义的指挥部从圣纳格尔庙迁到亚马莱村，整个第八战区的冬季攻势也进入了极为艰苦的时期。部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就只能用干硫灰烧火来烤烧饼吃。当时正是除夕之夜，他们就是上至最高指挥官，下至普通士兵，就这样用这种烧饼做了他们的年夜饭。日军占据五原，傅作义各部队只能化整为零，藏匿在后套的山野沟壑，经受着寒冬和饥饿的煎熬。按照傅作义必不利找胜利的指示，傅作义所部仍然坚持游击作战，昼夜袭扰日军，使五原沿线的日伪军不得安宁。此时黑田重德认为傅作义的主力早已溃不成军，五原地处塞北，又正值数九寒天，气温达到-20多度，这样一支缺吃少穿、补给短缺的部队，完全可以不攻自破。然而黑田重德却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傅作义为了反攻五原，早就悄悄地留了一手。在攻打包头之前，他预知到日军必然反扑，所以他预先让部队在黄河南岸的沙河一带和乌扎河与狼山之间地区埋上了一批粮食和弹药。这样的话呢，就傅作义把这些隐藏了以后啊，他的兵退下来以后，又有了足够的补充，为他以后发动这个五原战役提供了很好的物资装备。1940年2月7日，冈部直三郎飞抵五原视察，参谋长田中新一也随机到达。在日军序列中，参谋长享有相当大的实权，甚至可以左右司令官的决策。随即冈部直三郎下达的撤出五原的指令就受到了田中新一的质疑。他就感觉到傅作义的存在对他是一种威胁，所以他就要报复啊，他要打出去了，要打到这个包头以西去了。那么他这样呢，他就这个超出了他的作战控制线，所以他这次行动呢还要报到日本的这个大本营批准。日军占领蒙江以后，日军大本营对其所属各部队的作战范围做出严格划分，进攻的最前沿只能在包头、固阳、百灵庙的黄河流域，不得擅自扩大进攻范围，以确保兵源充分和快速补给。冈部直三郎呢，他是贯彻大本营的这个命令了啊，他就说那你们去打，打完了以后赶快回来。可是他的参谋长还有下边的有一些像他这个骑兵旅团的这个旅团长啊，
他们说，那你打完了以后费很大劲，你不占领了有什么意义呢？这时田中新一和冈部直三郎玩弄了一个小小的伎俩。田中呢，他越过自己的上司冈部，找到了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立原信雄。日本东京芙蓉书房2001年出版的《日本陆军将官词典》第203页中，记载了立原信雄在侵华战争中的履历。立原信雄飞到五原呢，他就给他陈述，就说我们一定要守五原。结果立原信雄居然被他打动了，所以就同意他的方案。但是冈部司令官呢，他还是坚持这个不行，因为我们的兵力太单薄了，你再占领一个地方，兵力就更不够用了，所以不能占领，只能够打完了以后就撤回来。最终冈部直三郎不得不顾及立原信雄的颜面，做出妥协。冈部同志没办法，三个师都统一了，所以来了一个折中方案。折中方案就是说，这里面呢留下一个步炮混编的连队，然后留一个特务机关，他留了一部分伪军，留了一部分日本的这个警官，带领着警察部队吧，在这个地方，他在五原。他还是想占领，但是呢，田中信一的这种自以为得计的计划，实质上给下一步五原日军的失败埋下了种子。2月上旬，攻下五原的黑田重德发现，自己接受的只是一座被傅作义丢弃的空城，于是率主力撤离随西，回驻山西大同。趁黑田重德撤兵，傅作义随即收复了五原附近的临河、陕坝。驻守在五原的少数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放弃沿线据点。不久，日军又增派6个伪蒙师，驻扎在距离五原20公里外的丰济区以东，而傅作义的部队集结在丰济区以西，两军隔渠相峙。春节过后，河套平原的气候开始悄然转暖。傅作义在亚马来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傅作义呢，就谈到当时日军的主力呢已经东撤，但是随西的这个日伪军呢，他们已经回防。那么在这个五原的这个周围呢，还有10000多的日伪军。那么这个时候去进攻，有没有绝对的把握呢？傅作义心里边也有些犯嘀咕。傅作义对部队的现状倍感焦虑。经过奇袭包头、随西阻击2次战役后，35军减员2/3，人员不足3000，武林警备旅仅剩800人，加上其他各部，人员总数已经由战前的30000多人降到了8000余人。尽管如此，傅作义还是决心最后一搏。他说：“我只有不惜代价，尽早拿下五原，才对得起战死疆场的弟兄，才对得起冒死相助的五原百姓。”于是傅作义又开始新一轮的排兵布阵。他又设了一个口头阵，首先呢就命令马炳仁率领那个绥远那个游击军，佯攻五原，诱骗那个日军主力呢出来迎战，然后呢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呢做诱饵，一点点呢就把日军主力呢诱骗到丰济区的东岸，而35军呢就设伏在丰济区东岸。
准备这个对进入口的日军主力进行一个拒签。而这个时候呢，绥远营日军的那个主力呢，就趁五原空隙，迅速地进占了五原。2月19日上午8时，傅作义部绥远游击军突然攻打城外日伪据点，日军立即派出城内的主力步炮混成连队500多人，乘40多辆汽车出城应战。绥远游击军和日军交火后，很快表现出不堪一击、仓促后撤的败相，日军紧追不舍，企图一举歼灭这支溃逃的军队。这时的战事完全契合了傅作义的作战意图。然而，令傅作义意想不到的是，担任伏击任务的93团的一个低级失误，搅乱了他的全盘计划。这个地区呢，是高地错落的沙丘，在平时啊，35军他们机动呢是步行或者是骑马。一般来说，人的高度平均在1.8米左右，骑在马上的高度在2.5米左右。这两个高度很难发现沙丘背后隐藏的物体。但是，日军乘坐的机动车辆有所不同，士兵站在车上，其高度接近4米，相差近2米的高度。这时，沙丘后隐蔽的物体就暴露无遗。果然呢，就是这个93团自以为隐蔽的很好，但是呢，日军经过的时候就发现了它，结果呢，就陷入了被动的一个局面。口袋阵的袋口瞬间被日军撕破，安春山的93团由主动变被动，一场悄无声息的设伏成了毫无章法的混战。因为是在开阔地作战，而安春山的部队的事先有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所以日军的半机械化部队一上来，他的坦克和火炮一轰以后呢，安春山的部队伤亡比较大。这时候安春山想的办法是让部队玩命的接近日军，搅在一起，这样呢，日军的火力就没办法发挥它的优势，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火力优势。尽管如此呢，安春山的93团伤亡惨重。日军虽然占据了主动，但安春山带领93团殊死对抗，浴血奋战。冒着枪林弹雨在正面进攻日军，进攻方向是3个啊，从早晨打到晚上，这个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这个拖延了日军前进。战役结束的时候，李良佐连啊80号人，最后只剩下了6名战士。在93团下游设伏的新31师、91团和92团，因遭到伪蒙军3个师的缠斗，根本无法支援93团。东七五的101师的伏击战也未能奏效，形成了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打着打着呢，日军突然他醒悟了啊，傅作义他是在佯攻，真正的意图是要攻打这个五原城，于是这个日军啊，他立即他就收缩兵力啊，回到五原城啊。这个时候，傅作义原来计划让绥远游击军攻城的这个计划，它就落空了。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傅作义的2次口袋阵都形同虚设，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贸然行动和急于求成而付出沉重的代价。1940年2月26日，亚马来的小院炊烟袅袅，整个村落都弥漫着令人垂涎欲滴的肉香。
一顿米米饭加羊肉煮山药蛋，算是傅作义犒劳这些鞍前马后九死一生的下属。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九，可谓一顿迟来的年饭。就在此时，蒋介石发来了一封急电。傅作义接到电报，说当时的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朱绍良因为身体的原因，要让傅作义过去接替他担任这个职务。那么这个从这个名义上来讲，对傅作义的话，他是一个提拔，很好。但是他的这些兄弟们跟着他转战南北的这些兄弟心里边就有些想法了，那他的以后的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傅作义呢，他也是觉得有点进退两难。绥西的几场苦战使蒋介石产生了放弃第八战区的念头，可傅作义却意识到，如果此刻前往兰州复命，那将是用35军的土崩瓦解换得自己的荣耀，而且整个绥西将继续饱受日军的蹂躏。傅作义急忙召集大家开会，听取军官们的意见，大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有的人建议立刻就打，理由是黑田重德的主力已经撤走，五原日伪军防务实力减弱，应趁热打铁，与日军决一死战。有的人则提出部队目前严重减员，应该休整再战。无论战与不战，大家对蒋介石的撤退电令都拒不执行。最终傅作义综合了大家的建议，谢绝任命，坚守绥西，绝不能让日军在绥西占我疆土，恣意妄为。他立即致电蒋介石，将不离兵，兵不离土，将不离兵，兵有主，兵不离土，土能存。为了保卫疆土，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与敌周旋到底。傅作义命令所有部队集结于丰济区以西地区进行集中整训，战前练兵，招兵买马，补充弹药，一个月内反攻五原。很快，五原的老百姓得知傅作义要收复五原，他们从杭锦旗等地送来粮食、柴火，并送子参军，使傅作义的部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有八路军的配合，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援，傅作义更加坚定了攻克五原的信念。傅作义通过谍报队再次摸清了五原城的日军布防。五原城内日军有一个步兵连队和一个炮兵中队，还有日本特务机关的两个中队，再加上宪兵队、特务队、汽车队和警备队，伪蒙军6个师驻防五原老城及周边，兵力达到10000多人。几战失利的教训使傅作义变得更加缜密和周详。虽说兵员齐备，粮草充足，但这一仗也并非手到擒来。收复五原同样面临着攻城和打援的呼应与衔接。五原战役打响，日军必定从包头和沿线据点快速增援。傅作义首先派出部分兵力袭扰包头至五原之间的日伪军。这时八路军大青山游击队也为傅作义扫清了障碍。共产党主要防的他就是
也是破坏铁路，破坏这个交通线，还有就是这个组织的这个游击队骚扰这个日军，就帮助傅作义钳制这个他的后续援助的兵力。然而傅作义认为，仅凭八路军的支援也很难阻止日军的机械化援军。傅作义冥思苦想，难觅良策，究竟如何才能阻击包头的增援之敌呢？这时黄河的自然条件让傅作义豁然开朗，黄河在春分前后一两天内必定开河解冻，而且冰汛流凌期间船只不通，道路难行，这样的状况大约一直持续七八天。如果能利用黄河大面积的解冻来阻止日军的机械化辎重，那么失去了援军的五原守军就成了瓮中之鳖。此时傅作义把目光聚焦在了五原东北的乌拉豪大堤。傅作义作战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攻打五原他还有一招，就是掏心战术。掏心战术本身是一种初步具备现代特种作战雏形的一种战法，它是通过非常精干的一支勇猛的部队，攻敌之要害，主要是指挥和通信枢纽，来瘫痪敌人，使敌人呢进入一种混乱状态。1940年2月底，傅作义没有忘记一个月前收复五原失利的教训，他把主攻的重任再次交给安春山，一支由500名各部队精英组成的掏心突击队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夺取绥西最后一处日军营盘五原。